1987年4月6日，法华中一般净面本咒，代理藏地的10000多僧俗前往五台山。汉地的很多在家人看到我们这么多的一些穿红衣服的出家人的时候，感到非常的稀有，也有很多人围观。藏传佛教就互相这个传播，或者是共同交流学习的因缘呢，从那个时候开始的。那一年，学院里只有10几名汉族学生。随着堪布在木屋中油灯下轻缓的语调，藏传佛教渐渐地掀开了它神秘的面纱。佛法的醍醐甘露，汩汩细流般融入汉族弟子的心田。因为藏传佛教的，像这个辩论体系啊、修行次第啊，还有一些窍诀的这种书生性啊，在如今这个情绪纷乱、压力过大的社会当中呢，对人们来讲非常好的一种心灵妙药，对我们的人里的这个心灵的痛苦呢，就是有着很好的一种治疗。一边教学一边翻译，28年从未间断，至今已著述翻译120余部。2010年以来，海内外各大专院校纷纷发出邀请，堪布四处演讲，将佛法的智慧宝藏传播给当代的年轻人。Hi, my name is Monica, and I'm a student at 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. Hi, 我是香港大学金融硕士的学生。来自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在校本科生。就我认为，佛教有时候对人的影响是非常积极的，有时候觉得佛教对人的影响非常消极。应该说，世界当中的所有的万事万物都是在因果循环当中，因此我想是佛教的教育应该是积极，完全可以让适应所有的这些事件的规律。但是我们后人呢，有时候太想极端，就是一直泡到这个缘起空性上面，什么都不承认了。这一点我们现在缺少一个系统的一种这个学习。从接受法王如意宝嘱托的那一刻起，当年的这位年轻人迈开了修学弘法立生的脚步，一天也没有停止过，至今已接近30个春秋。这条立生之路，他还将会一直走下去。Om Tare Tuta